青岩铁路是中国境内一条连接山东省青岛市与江苏省盐城市的快速铁路，国家一级级客货共线铁路，呈南北走向。连盐铁路于2010年12月26日开工建设，青连铁路于2014年12月28日开工建设，全线于2018年12月26日竣工运营。青连铁路由青岛北站至盐城站，线路全长428千米，设计速度200千米每小时，共设19座车站。青岛北站。红岛站。青岛西站。两城站。日照西站。蓝山西站。赛鱼北站。连云港站。海州站。董集站。云东站。
水线站。滨海港站。富宁东站。射阳站。盐城北站。终点站盐城站。谢谢观赏，请关注和点赞，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交流。